我就是在陪这个死人，可自己永远也回不来。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的秘密，才能巧妙的度过一生？三个人的死都跟那女的有关系。 不动声色下的挣扎，又有多少人因为心事过重而走不动呢？这女的谁跟她谁倒霉？但即使1%的光，也能照亮99%的黑暗。 就是人生可以发生的最大奇迹。别这样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我才不要这样！我是吴志珍，我为爱存在。